边我不会。阿爹，林小姐的容貌，害你是从来唔捌见过。也不过，看一摆画像，却感觉讲十分的面熟，敢那伫倒位见过面的款。你就提一摆画像回来一天，为父，甲你同样的感觉。啊，阿爹，你感觉见过林小姐是？那安尼，你若感觉讲真面熟呢？看这帮画像，真参像一个人啦。也毋过，伊是查甫的。阿爹，你所讲的人是赖文书对不对？这帮画像，若要来画作是查甫的，那就甲你想象咯。宽甲宽，红袍一担，红荷草，天际的黑岗，这是讲，伊无愿意变节，改革老家撇，撇舍故人，一气怕。伊袂当皇太爹娘啊！转心了做，记。伊要离家出走，剪断线，飘无际，金色银龙，去。今日撇竿，流行摇，他连落街，欢乐。他连落剑，换乌纱。阿爹，连文书都是明烈军。阿爹，文书的名堂一定就是明小姐所改办的。不用这白讲，李先生，我来讲是一个查某的，这代志。你若传扬出去，罪过是袂轻哦。阿爹，害你绝对毋是乌白讲的。你看，明小姐做第四，分明是赖文书的笔迹。而且上尾一句，他连罗杰换乌纱，明明是讲伊要改扮男装，上京来去求取功名的意思。还佫有。李文书特别关怀咱洪府家的代志，由此可见，李文书一定是明小姐所改办的。阿爹，害你要来去证明这件代志。小华，你是要去对？去问李文书啊！千万袂用着，李明堂是当朝的圣上，尤其是你的恩师，千万你袂用着去冒犯的。也不过，这件代志是非同小可，你爱慎重啊，千万唔通妄动。
阿爹，我有妙计了。是甚物人害的请帖？中孝王拜下谢素颜，请我贵妇饮宴。大概无讲要请我这个孙娘对吧？嗯，你又对了。哼，中孝实在足唔捌规矩的，干会遐要谢素，阿爸也要谢我这个孙娘。夫人，无心中伊无抛怨，身为子娘多良缘，阮先帮子娘不安怨。是风景宜人，这也是讲知心话的好所在啊。文叔，请坐这边来。遐是甚物所在？
那是文生的书斋。文叔，咱若无去嫌，就来去书斋奉茶如何？那好，文叔请。留予阮爹娘的，哪会伫遐食呢？栩栩如生，好亲像真正人共款。多谢温叔的夸赞。世间上哪有这么美貌的女子？一定是画一百度上的人，伊家己的意象。文叔，这是望妻闽内君的画像，而且是亲笔画。哦，这份文生无这个福气，如今已经是不在。人亡了。
看这挂图画顶面的事故。张夫人是改扮男装逃走的，伊并无身亡嘛，你何必要这么这悲伤呢？不但改扮男装，并且啊，还佫有求取功名之意。本书讲了真对，所以你应该到要朝中的文官内面去寻福，就唔免到要女主的中间打探咯。那呢，文书，文书，你为官多年，也有来做过的主客总裁。我这几年来出事的机主，敢有人甲作落的面貌生做同款？这，都毋捌看过个。也毋过，文生却发现有一个人，甲作落的面貌是半点无差。是不是朝中的官员呢？正是。哦，啊是倒一位啊？你讲出来听看卖咧啊！下官嘛，要替你探访探访啊。文书啊！
既然老王爷安尼讲，好，以后讲话可大家小心嘞。那搁再犯者，我就不轻了。是是是，小华在，要赶紧去向恁恩师叩头赔罪。是是是，文静失言，文书下罪。阿伯讲较细腻就好，起来。多谢文书。老爷，下官也要过时了。是，老夫奉承。不敢当，王爷请留步。啊，那是安尼先，小华在，代为夫奉上你恩师。是。文师，请。文师请。殿下，你对平小姐一片真情，实在令人感动。啊，不过。你嘛不应安尼规工为伊伫咧胡思乱想，应该保重身体，以国为重。依我看，准夫人伊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啦，伊既然会为你守节夺走，依我看嘛。明是伊的唔露面，必定是另外有恩宠在的。那无者，如今你身居王位，伊应该来惊啥？甲你相见啊？恩宠，文叔，照你所讲的话，伊到底是有甚么款的恩宠呢？啊，我是猜想而已，林兄。你唔通当作是真实的呀！啊！林兄，你就卖搁再安尼唉声叹气了。只要你对伊有情，想必伊嘛是对你有意。何况，你敢毋是讲？要搁等你三年呢。也只好照文书你所讲的话，搁再等你三年咯。这是恁的家务事，应该由你去注意。这与我无关呐。不是不是，文书你有先见之明，今年指点文生，文生哪敢不相信？只要现车烈军会当明白我的苦心甲真情，莫讲等你三年，就是十年八年，我也会等候伊。林兄，你大世间少有的多情人，现车袂当了解我。命中有时
来痴汉。空中啊飘，故事了。张文素。